坐着，去一边坐下。是不是找到小日本的那个大官了？啊！少兄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要管我了，快带着兄弟们去抓中村。哥，你就别说话了，蛇都会扩散的。郭大哥，你必须明白，现在你很危险，我们必须带你去敌人医院搞血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别动，想活谁还会来这儿啊？你就老老实实的躺着吧，别说话了。一下你们当时的警戒情况。当时山下有两个中队执行封锁，可以说密不透风，没想到他们居然钻进包围圈，袭击了前来勘察飞机现场的帝国专家。我们曾和他们交过手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他们从那儿跑了以后，奇迹般的出现在我军封锁线一带。后面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。密不透风，他们还能钻进包围圈，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？云子小姐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那就言归正传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在那座山上消失不见。确实如此。这就对上了，山上就是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秘密通道。杀猪猎户。什么杀猪猎？八嘎！你一定是杀猪猎户把他们带出去的。渡边在哪？在山下。停车！带他回去。明子小姐，你太过分了。后面还有20多名被圣战而负伤的帝国军人，难道中村川红将军的性命比不过他们吗？西洋刺猎人，调他回去。吴队长，他们在耍什么花招？少雄哥，沿着公路走，一定能找到小日本的医院。走，去公路旁等着。好。去把渡边中队长找来。嗨。是敌人的救护车，天意啊！这会儿我姐夫有救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停下来。这东西跑那么快，怎么能让他停下来呢？
车。好，快。这不是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吗？他们怎么会停在这里？过去看看。すまない。邪魔した。かなり深い傷です。すぐに病院連れて行かねば。おい、乗れ。中佐殿を守れ。はい。ウィンズ小姐、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上车走吧。はい。すまんな、貴重な時間を無駄にした。乗ってく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是，来，我来。吴队长，厉害啊，这个车你也会开。我爸曾经买过两辆啊，这东西从小我就摆弄过。哟，看不出来是个有钱人。哎，问你一个问题，
你家是哪的？我家广州的。那你怎么参加学生军了呢？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嘛。啊，也是。小日本在后面跟着呢，万一咱们要是找不到医院的话，这露了馅怎么办？车到山前必要落，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。彼の傷口は調べたのか？これは失血過多ではない。中毒症状だろう。なんで話さないんだい？给我扒下来，新兰，你懂日本话呀？他刚刚说什么呀？我也听不懂。吴队长，怎么前面这么多小日本？来的正好。来的正好啥呀？这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万一这次过不去呢？ね、吉野中佐の傷は深い。主治医を連れてきてくれ。七面倒くさい従軍士だな。とっくに前線から連絡が来た。吉野中佐の手術室はとっくに用意してある。
こちらは最後会議結果医師小林委員長です。おお、秀英が委員長さんですか。ご面倒かけ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吉野中佐をここへ。はい。彼は重症です。すぐに手術を。ああ、よし。ついてくるんだ。车上有尸体。你俩先过去，我随后就到。秦岚，要第一时间找到血清。好，快去吧。找机会把尸体扔下去，你在这里接应我们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小姐，慢点！所有人下车！慢点，慢点！把他带去，把他带去！八哥，你这个猪不能进去！把他带去！你让我进去吗？我这也是给皇军卖命，受的伤啊！云子小姐，云子小姐，你帮我跟板台太君说说啊！云子小姐，求求你了。来なさい。切断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。ロビーに運んでくれ。すぐに手術する。すみません。私は中佐を護送する従軍医師です。何をもたついている。すぐに病棟に行って中佐を見てこい。林子小姐，我们走。哎哎，林子小姐，林子小姐，林子小姐，太君，让我下去，看看腿。中国人不能进去，让我下去，走开，走开！
杀了我吗？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今天我本大山龙江。魏三，你饶了我吧，全是误会啊，都是莫世忠逼我干的，真的，魏少爷，是他逼我干的。我，你放屁！啊，我，我将世代忠良，我老爷子更是待你如己。没良心的狗东西！你杀了我阿玛，你又害了这么多人。我料明年今日就是你的今日。私の流れの経験から見て、これは銃装ではない。これは銃弾だ。どういうことだ？どうなってる？どうしたんだ？いえ、どういうことだ？何なんだ？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？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、病状の偽装は軍規に違反する。大変なことだぞ。小林院長、彼は確かに重装です。説明を聞いてください。老子这是在哪儿？中国人か？貴様ら！決戦はどうだ？決戦はどうだ？いえ、決戦はどうだ？いえ、決戦は！むしろ俺頼んだのかだ。
我去特别手术室。嘿。你们俩出去守着。好。别杀我！我愿意帮你们。我们不需要你帮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有武器，可这里是大日本皇军的战地医院，外面可都是我们的人。你们带着个伤员。未必能够全身而退，我可以帮你们安全地撤出这里。不行，留着你这个日本女人就是个祸害，今天你必须死。等等，我的脚都伤成这样了，武器都在你们手里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我愿意当人质，行吗？他已经投降了，就饶他一条性命吧。对，对，我投降，投降。还有多长时间才可以注入血清啊？还有十分钟。
阿斌，潘大哥，把他处理掉。西兰，雪晴。你打了吗？不行，还得再等等。心莲，你先忍忍啊。おい、俺の兄弟小四太郎に会わなかったか。はい。どこにいるんだ。はい。扉を開けろ。已经注射完血清了，应该很快就会醒来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队长，特别手术室好像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他们杀了军医、司机，去了野战医院。战地医院。你马上去哨卡给医院打电话。喂，报告队长，吉野中佐是假的。什么？吉野中佐是假的？全员进人，抓住他们。这里不安全了，必须马上撤离。
아까少佐阁下，云子小姐，魏国捐躯了。一群饭桶！马上命令公路所有搜索队截住他们。嗨！说过你哥命大，死不了。哎呀，就是这胳膊有点疼。怎么回事？你别动，外面有小日本在追我们。莫队长，你得谢谢武队长，能文能武，绝对是这个。废话，老子的妹夫能差了？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开玩笑。行，不开玩笑。我们得想办法先把追咱们的小日本干掉。这车不停怎么干小子，你开慢点儿。莫六，这下面还俩呢。狄青那小子比我还厉害，一眨眼的功夫杀了俩。我阿妈的仇
总算是报了。队长，怎么办？你们俩坐稳了，冲过去。别偏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你得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把它给我扔下去。好。新兰，看看小日本跟上来没有？好。听我说，一二三就开门啊，都隐蔽好。来，准备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为什么他们老？都笑什么？我跟你们讲啊，都不许歇着，加把劲儿，天黑以前翻过那座山，堵住那老东西，听明白没有？
山洞那边。给我打！于大强，带着你们这些娃娃军滚蛋！打炸杀日本人是军人的事，有多远滚多远。黄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滚！黄大哥，我们要是走了。赶紧带他们撤，快！同学们，我们走。
在一起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所以我才跟你去。不行。卫生间。哎，你家的飞弹信号带了吗？带了。如果接到我们的人，你就给我发信号。好。嗯，快去吧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李翔，走。嗯，走吧。少雄。兄弟，你现在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一定不能死，必须活着下来。回来之后，我请你喝酒。放心吧，快去。咱们从那边绕过去。飘西服开酒铺，小爷我嘴馋，小爷我嘴馋，哎呦呦呦呦嘴馋，满心欢喜去敲门，小媳妇把我屋里拽，掏掏口袋没有钱，小媳妇把我往门外赶，一拉又
1939年12月18日凌晨，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荣一师对昆仑关发起总攻。敌军的两个师对昆仑关外围阵地发起了猛攻，请增援部队尽快赶到，尽快赶到。好，抓紧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好干。同志们，大家都抓紧一点，把竹签子都买好了，让小日本有来无回。书记，书记，怎么了？书记，敌人的部队赶过来了，来得够快的。同志们，赶快抓紧时间，把这些大坑都伪装好了。是。